家好，欢迎收看现包实拍车评。我现在在那个一汽奔腾 T55 联合李宁的这个发布会的现场，然后他们现在是现场展示了一款这样一台李宁设计的一汽奔腾 T55。当然这个李宁的设计啊，其实它的设计就是给那个车身弄了一圈这个贴纸啊，这个拉花。然后车内呢，我看这个比如像是这个车内的这种绒布啊，我觉得这个有他们的设计的一点的成分。然后其他的话，这个车就跟普通版的 T5 就没啥区别了。我觉得这个李宁设计可能设计了个寂寞。然后这台车啊，现在是新推出了六个配置，然后依然是搭载了这个 1.5T 发动机，跟之前已经上市的那个牛奔版是一样的。这辆车呢，现在起售价已经拉到了98,900，然后高配的价格是去到了12万多，整体的这种性价比放在同级别当中是属于一个主流的水平。